各位台湾请就坐，好，咱即马开始来上课，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啊，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即马帮我要个三十八度半，虽然有开冷气，所以降0.5度。啊，各位望看卖，有发烧无？有发烧，举手者。哦，安尼算正常。来遮上，若无发烧就无正常哈。爱有迄个热心，爱热起来哈。那么，今仔咱第18期的哈，这个高级班哈。那么，拄啊秘书长，敢若提早10分钟休困，咱是表定伊还讲到3点啦哈。啊，所以我今嘛加10分钟哈，啊，我今嘛来开始哈。这个复习一下哈，咱的法律主权地位近代变化哦。日本天皇因为马关条约，就是下关条约，为大清遐得到台湾甲澎湖的领土主权哈。过来，1952年，日本因为战败哈，所以签订这个旧金山合约时，伊来以旧金山合约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但是这个。领土主权嘛，还搁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哈。那么目前，咱台湾甲澎湖还搁伫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中。哦，再去我有讲过。啊，即嘛还搁以台湾管理法委托台湾地理当局，就前个中华民国来代理管辖当中。哈，目前是即嘛还是安尼啦哈。但是重点就是讲军事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吼，咱秘书长吼拄好我有讲过，因为呐，你军事占领依照国际战争法，你占较久，都袂变做你的，就敢若讲，你甲隔壁别人的土地，你甲占领，佮占较久，迄个对方若要买卖土地，叫地政事务所来测量测量。你刚占的遐，拢爱去行倒转去。我说占较久也无效，吼、哦。那依照法律，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国际条约迄个领土，拢袂使讲因为战争，你刚占领啊，就变做你的，袂使并吞。因为即马新的国际法、战争法规定就是安尼。若无这个规定，安尼全世界满不值得咧修正，吼、哦。为了领土咧争来争去，啊，并吞来并吞去，哦，拄好秘书长嘛讲，若要讲争赢啊，土地就变你个，甲并吞，安尼才好进地球一半的土地已经去予美国占去。那么美国你啊看，2003年，伊去拍伊拉克，差不多3个月来，就甲迄个海山，迄个政权甲淹倒。美国你要占领，到2012年。好、哦，去年里底，伊嘛规个拢完全撤军啊，干那留200名的军事顾问，吼、哦，伫遐咧管理迄个伊拉克的军队，吼、哦，咧该辅导因的这个战况的。啊，所以美军离开就是结束占领。那么，若要结束占领，一定要美国因的国会通过，通过一个法律，吼、哦，啊，由总统来宣布安尼。那么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无文件讲美国的国会，还是因的总统有通过什么议案，啊来予美国总统宣布讲，啊台湾已经美国军事占领结束，还无这个文件，所以咱还搁许占领中，啊但是占领中未使移转主权，所以美国敢那拥有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哈。那么，日本政府袂使就地划割，同款。你中华民国来占台湾已经占68年，但是占较久，你嘛袂使大家变作合法的拥有台湾的主权，而这个政府。中华民国若要合法，就爱去等于因南京，吼、哦，佮就是讲反攻大陆，佮拍倒等于吼。当时法国伫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个德国占领，这个戴高乐将军吼，炸一批
因的军公教人员流亡去英国的伦敦。好、哦，啊，伊去到啊，嘛无讲准规英国抓拢要占领伊无啊，啊，都将奇怪台湾所有流亡政府占领了，甲真拢唔走吼、哦。啊，这是因为伊目前还阁是合法的，伫美国的台湾管理法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啊，只是变更一个名称尔吼，伊、哦、嘛是实质咧甲咱管辖吼、哦。所以咱今麦一直就是讲。要要求美国和咱台湾的地位国际地位正常化，就是要把中华民国甲赶出去，吼、哦，伊会当等于金门甲马祖，吼、哦，还是因等于中国，吼、哦。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啦，吼、哦，啊，我有头列差不多100条，啊，时间的关系，我刚才将经几条出来讲，吼、哦。上重要讲，咱爱先了解。咱是什么人？好了，我请问，咱是什么人？本土台湾人，我那对了。啊，是还佫头前佫加国籍，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哈、哦。台湾人有分几啊种呢？哈、哦，这个内底，重点要分一个高沙族，哈、哦。啊，过来住伫平地，或者平埔族，以前拢讲讲平埔啊，拢会看尾音，吼、哦，看尾音就是较轻视。真侪人自认为伊是为中国移民来台湾的，伊认为伊是中国的后裔，汉人的后裔，其实这大错特错，吼、哦，啊，我看看来解说。首先，咱来了解讲，高沙族进目前有成立的吼，有14族啦吼。那么平地遮进目前有差不多10族吼，拢是平埔族，只是因的平平拢住伫平地，所以叫做平埔族。但是平埔族有10族哦，你看，为遮开始来算克马兰族、宜兰这里吼，克马兰吼。有一个克马兰客运嘛，吼，迄就是我那咧讲纪念克马兰族的。那么台北地区就凯达格兰族，对吧？哦，啊，咱桃竹苗家或者道卡斯族，哦，啊，那么中部则有马布萨甲帕布拉在族。那么嘉义分林这里，哦，伊就做洪雅族。那么台南上多。的族群叫做西拉雅族，西拉雅族有分两，佮分两个支族，一个就是我早起咧讲的马卡道族隔壁地区，那么一个是伫这个小林村，迄、那个大满族，结果因去做到莫拉克风灾吼，都灭村，村50几个活落来呢吼，啊无因每一年拢有平埔族的业绩吼，那么你爱了解讲当初。清朝的时候，像那这些族拢足清楚的，迄阵的语言拢要保留，哦，啊是尾啊，中国人来用伊强势的文化，叫咱爱学闽南话，啊是学迄个广东话、客家话，吼、哦，啊所以其实咱大部分的人，85%拢有原住民的基因，尤其你若手甲弯起来安尼吼。你甲看，只有一条绳，吼、哦，这足明显的啦，吼、哦。这款呢，就是拢平埔族，吼、哦。啊，过来就是讲，你的脚哪有笔顺的，吼、哦，迄拢是，吼、哦。脚尾尖的头啊，吼、哦，上尾啊记迄个，吼、哦。那么，你要安怎查讲？你原底是对一族的？你上少爱问差不多恁阿祖的阿祖，会对牵出来，因为较早日本时代。日本人还未来管台湾，迄阵台湾拢迄个一挂河流切断，所以迄条大条溪呐占伫遐吼，这边的族跟迄边的族都差不多无同款啊，生活习惯、唯一的不通啊，吼、哦。所以因为日本人来了，甲纵贯线的公路吼，就是台线，拢甲它拍通了，
造桥铺路了，这个交通往来频繁，所以族群的融合率较侪。所以你爱问甲讲，恁差不多恁阿祖的阿祖安尼吼，恁祖公就对啦。问甲恁祖公祖台遐去，到底因较早原底一堆搬来，像讲台东的长滨，台东迄边真侪迄个成功港吼、新港，遐就作为阮屏东。内埔，吼、潮州遮，因爬过大山坡，就是南大武山，为迄个进水引古道，为遐搬过去台东，去遐开垦，吼、啊，所以你若伊若讲，唔管从我那讲就住伫长滨，还是成功，安尼就袂准，所以爱去问下因阿公的阿公，还是阿祖阿祖，吼、，OK。啊，过来一点就是讲，咱台湾人。是安怎？这个基因拢是原住民，就是讲，其实你的户口名簿，你若清日本时代清出来，作对拢甲你画乌乌，迄是迄个中国国民党来了，伊惊讲你的身世，伊要甲你汉化，所以拢甲你原底顶原后写熟，熟就是熟番啦。哦，啊，若像我这款色的吼，真正超会打色的，这一定有色的啊。嘿，我这臭味大色个，伤过色个啊！苏番其实哪里讲苏番，就是平地遮拢拢叫做苏番。啊，高山族，因拢讲迄叫做青番、生番，一个色个，一个青。哦，就是讲因遮要保留因原地服装啦、文化、生活习俗，哈、啊。那么伫平地遮拢差不多满化，就是满清遐人。伊讲话，因为迄阵台湾人嘛想要上进啊，啊中国伊强势来有兵吼，来甲你高压统治，啊你若听伊的话，学伊的语言，留辫子哦，拢有一挂较好的优待，啊所以台湾人会想要学啊，哦学做统一翻译，做原住民兼这个平埔族兼这个满清的官员的一个翻译，都像即嘛，日本时代台湾人拢学日语。学日语做日语国语家庭配给啦，还是什么优待拢有。啊，像即马咱互美国管，甚至足侪人拢要送囡仔，哦，差不多三四十年前，大家迄阵有一句话讲：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就是要学美国个，吼、哦，要送囡，要有较好个以后会当有较好个生活，吼、哦。所以台湾人拢有要送囡，所以学语言。哦，像陶祖苗家就拢学广东话、客家话，所以你唔是讲你讲你也要讲客家话，你就是中国遐来。啊，你也要讲河洛话，像我马卡道族，我即马讲的即叫做闽南话哈。啊，咱一般拢讲即叫做台语，其实台语唔是干那闽南话，咱将来到民政府所规范的台语是包括。高沙族的语言，吼、哦，十四个族，啊，那么平埔族即马差不多剩希腊雅族的语言，也可能有法度复活。哇，剩的拢死甲剩无几句，哦，像阮马卡道族都我知影剩两句，一个叫做塔考，就是高雄大教吼，大教塔考日语发音都要是高雄，所以日本人来。台湾了，总甲高雄这个大教改做高雄，高雄的地名是安尼来。啊，搁一句叫做阿靠，就是阿高，就是阿高城屏东区的对啊，吼、哦、屏东阿靠，就是原来音译吼、哦。其实主要剩我知影，主要剩这两句，剩的拢胖见啊。但是我会记我做囡仔，我有听我阿公咧讲一挂话，哎、欸，我听无呢，含台语拢无共音。哦，迄有可能是要个早期的阮马卡道族的唯一，真可惜，咱平埔族，遮几个拢差不多流失呀，吼、哦，迄语言拢流失，吼、哦。啊，所以台湾人，你唔好叫伊讲，你也要讲台湾话，哦，你就是汉人的后裔，唔对，你也要讲台湾话，只是恁的祖先为了要好趁食，哦，去学把家己的母语放杀掉。去学别人的语言，像咱当初
台湾人介侪人拢嘛要讲日语，但是迄阵客家在日本人较无强力的压迫，讲咱拢袂当讲河洛话，吼、哦，你原底咧讲诶，啊，所以加进即个河洛话还佫留落来，吼、哦，包括客家话，啊，当然原住民因原底就较无受到满化，啊，是日本化，啊，所以因就较无语言流失这个问题，吼、哦。但是另外国民党立败台湾六十八年，用强力压制台湾人袂使讲方言。好、哦，我最近啊，那讲话嘛也要罚钱，但是我无钱好罚，只有得可以压伊啊。好、哦，啊不如压水桶啊。好、哦，所以伫这个情况下，咱今麦少年呢，绝对台语袂晓讲啊。好、哦，啊那也要讲嘛，讲到拢超年代、超年代，对不？好、哦、，OK。尤其今麦你看卡通影片。啊，无台语的卡通影片，吼、哦，啊，所以即摆囡仔，差不多拢袂晓讲台语 ，OK， 好。那么过来讲，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哇，真侪人听了安尼讲啊，安尼阿强要甲咱拍，错误哈，是美国要甲咱拍，因为啥物原因？因为台湾这些土地是美国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伊牺牲遐侪美国大兵。哦，美国航空母舰啊，迄个日本的咱的美国的神龙特工队，甲轰沉落，吼、哦，飞机啊拢要拍载落，性命财产美国拢算是足大，啊，所以甲台湾甲澎湖，包括当初琉球，拢互美军占了，迄等于咧做一个抵押品。那么人琉球伊的战争债开3亿2000万美金有甲赔偿，台湾也袂，吼、哦。所以我拄仔一再毛讲，台湾有两个主人，一个是债权人，一个是所有权人，日本天皇。啊，债权人是美国，进台湾要抵押伫美国手里。你若无甲这个战争再行，你要讲用公道，啊，就要独立。哦，啊，你甲这两个头家当作啥？吼，啊，这两个是世界上强的两个国家。吼，啊，这有。证据哈，这是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啊，副国务卿啊，叫佐利克，伊讲的啦哈。这个香港，2006年哈，5月13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日前伫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和我清楚的讲，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即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的官员，这么率直，甲台独跟战争直接紧密的挂钩，哦，这伫过去是足罕见的，哦，而且伊后壁佫补充，伊讲这是因为，互我甲话讲互白，独立代表战争，这就代表讲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包括海军陆战队。四大军种来拍台湾，吼、哦，这足严肃的吼、哦。所以，像那每一届那台湾要像阿扁啊，讲要统独公投啊，啥美国拢会动。这块土地是还佫底下伫我美国手里，啊，你要甲我提一对，你拢唔免来看我吵参详，吼、哦。OK。过来，咱来看琉球伫美军占领下。伊个指挥结构是安怎？这个是琉球还原了后一段时间，有美国跟日本这方面，因的一挂机密档案有来解密了，啊，日本的一挂学者教授所研究出来的结果，这阿美利卡合众国政府哈。这就是美国的哈，美国联邦政府哈，啊，这国防部以下卡所属的美国军政府，下卡佫设立美国的民政府，哦，所以咱是美国军政府下卡的民政府。那么这个民，伊命令佮指示佫成立一个琉球政府，是咱秘书长拄仔咧讲的，咱台湾政府要试行运作。哦，这你拢会当个对比哈。咱、哦、的
咱台湾即冲绳，恁来甲讲，即咱台湾居民爱受即个台湾政府来管，台湾政府爱去接受美国军政府下骹的民政府的命令，伊的指示来做吼。较早介侪人拢讲无军政府即个物件，为遮看来确实有。其实，那民政府若有成立，即、這个军政府伊就退居幕后，吼、哦。变成是像咱即马无感觉讲有美军伫遮。其实，那台湾发生危机，吼、哦，拄我再去讲个，1996年台海危机，有发生可能会影响台湾人个人民生命、财产、经济制度个稳定个时，美军就会出现，对不对？伊就派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啊！迄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要来到台湾，爱开足侪钱啊！吼、哦，因为你顶管爱有无人机保护啊，海面舰啊，下骹搁爱潜水艇，吼、哦。所以这毋是咧开玩笑，因为台湾会使讲分做两个系统，一个叫做咱这个法律的台湾的系统，啊，就是讲。咱台湾诶，电管诶，头家有一个叫做台湾政府，去里有台湾民政府，去里阁有美国军政府，去里甲美国诶国防部，吼、哦，甲美国诶总统，吼、哦。另外一个系统叫做政治系统，就是即卖台湾人电管虾米人进咧监管，就是台湾地理当局，就是、中华民国。啊，阁去里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过去哩，就是美国个国务院，吼，啊，去哩，甲美国总统，吼，这是两个双系统。啊，那么，那政治系统，你就知影讲，政治是高明个骗术，都政治个话会当说圆地变，吼，今仔个讲东，明仔载讲西，吼，啊，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但是呢，这个。君主政府的系统，这个法律的系统，咱今仔所咧讲的拢讲法律的死钉钉，袂使歪错，吼、哦。所以这个系统，咱来看清楚。这人日本人的学者，你就知道日本的学者咧研究代志，拢足认真的。因研究了，都会当发布出来，袂唔对，吼、哦。所以咱台湾人爱了解。唔好讲，我真无看到美军啦，就真正咱唔是美国咧管的，唔是，都袂使讲像阿扁啊第二任特别率性而为哈。好来，其实君主政府那以执行占领，就是一个托管的形式哈。但是主权拢无也无转哈，无过户哈，台湾拢也无过户和对一个国家。OK， 第二个。在君主政府指导下所成立的民政府，还是军岛政府，就是讲台湾群岛政府啊，开始运作，并无代表君主占领结束。哦，即我头拄仔讲的，那君主占领要结束，爱美国国会通过一个结束军事占领台湾的这个文件，啊，和美国总统来宣布，哦，开始点讲啊，台湾已经。解读军事占领。OK， 过来，咱伫美国军事政府法律的架构下，台湾政府的位置，就像头拄仔我表示遐个吼，迄、哦那个图同款吼。佮看一届吼，伫、哦、美国联邦政府下骹的国防部，注意，咱这个系统是国防部管的，咱唔是国务院管的哦。中华民国这个台湾地理当局，才是美国国务院管的哈、哦。美国军政府，哈、哦，国防部下骹有一个美国军政府，所成立的台湾民政府，哈、哦，啊，过来，今咱要试行运作台湾政府，哈、哦，啊，咱下骹才系咱台湾才系主民，哈、哦，台湾，啊，咱即嘛，美国军政府，哈、哦，已经答应要予咱。你的旅行证件了嘛？哈，哇，这都足重要哈。好来，台生，麻烦我跳到咱，你在我讲不完遐哈。你再去，我都脑无爽快，所以
我刚好提早五分钟休困哈，啊，我搁加减补一挂。啊，我知影大家足赶紧要转去，吼，但是咱咧照美国的规定，咱啊上到三点半，咱就是爱上到三点半。好嘞，咱今麦来讲，台湾是直接未定的防空母舰，这麦克阿叔讲的哈。啊，其实咱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好，你看台湾的家啊，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好，啊，咱即卖马英九政府拢咧挑拨咱台湾人甲日本人民的感情。你看，去年用这个马奇奥，甲咪日本这男朋友，因拍咱台湾的这个司机，哦，安尼连续一礼拜，透早电视报甲满面啊，吼。迄就是咧引起咱仇日，吼、哦，啊，佮马英九刁工要引进毒牛肉，要来予咱台湾人食，啊来予咱台湾人，伊佮摕一寡资料，予民进党即个立法委员，去伫国会咧骂美国，刁工要伤害咱台湾人佮美国嘅感情，吼、哦，因为敢若美国佮日本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较会当保护咱台湾袂有阿强啊，哦，佮咱吞打，吼、哦、，OK， 啊，有时我定咧想讲。哦，啊，那台湾迄阵吼，哪一点来耍来，直接唔知偌好咧吼、哦。啊，都平平拢足大个国家，啊，都这个较民主，咱我咧想讲，哪来发明吼、哦，都发国际标啦，叫世界的科学家发明两项物件，一个上大机，佮上来久啊，为台湾会较久开开。啊，佮来叫因发明上有力的引擎，到底会较。准为家晒晒晒晒了，跟他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搁浅，袂使你袂因个领海哦，领海都袂使吼，伫外海吼、哦、OK。安尼阿强啊，伊即马有啥物？因个飞弹吼、哦、，M 族飞弹，因个拢头300公里个，啊你嘛要射来到遮，爱一万，差不多5000公里，伊就射袂到啊。啊伊若要做个洲际飞弹，爱足偌粒，迄足贵个，迄一条拢爱几啊亿，啊伊袂堪你。嘛无通做遐一粒，啊！若唔多拍着过头，拍着美国，美国拄啊成拄啊甲巴刀转去，甲消灭。啊，这我是空思妄想啦，吼。OK， 好啊，你看，阿强啊，甲迄个俄罗斯，哦，嘛乌克兰啦，吼，买一只中国的航空母舰空壳船，啊，转来，家己咧倒啦，吼。啊，伊连 YS 都不要做。啊、所以，飞行机真了无多大遐降落哦，因为落来你若无用个 YS 高嘞吼，会搁载落海啦吼、哦。所以，只要 YS 都袂晓做，即国家讲以军事外用，啊，我不爱选。啊，过来看伊呢，航空母舰哦，你只即甲俄罗迄落乌克兰买是迄阵个名叫做瓦良格号哦，啊，即卖家己去导演员导去，都出航哦，乌烟遮大，你看伊演员个技术了遐歹。吼、哦，迄落咱拢唔免，若要甲拍吼，唔免用卫星定位，啊，看下咧青烟位啊拍就对啊。吼、哦，拢唔免用什么卫星定位 GPS， 啊，瓦良格啊，我讲瓦啊瓦良公河，吼、哦，啊，即马咱甲美讲瓦，伊个良公河吼，伊即马佫改名，伊讲啊，我西人河，西人号，啊，即马咱佫甲笑吼，伊即马佫改名，讲。啊，辽宁啊，这辽宁好，啊，这个真正辽宁，因因做也袂好，我也做也袂晓做，吼、哦，啊，所以伊个电管无飞行机啊，吼、哦，伊成军的是无飞行机，安尼也敢成军，吼、哦，所以无啥物战斗力啦，吼、哦，好，啊，我提早一分钟，我大家下课，吼、哦，啊，感谢各位，后盖有机会继续，好，大家做拍平啊，吼、哦，好来，谢谢。Chuck.